高雄的乡亲哦，十年啊，阮幸福的建设，甲我郑欣天本人，带一份正好的成绩单，重新回到当时发展的地方，我想我们的感触、我们的感觉、我们的感情更深更远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文化中心这一带，设这个国航一号院，我想这是我的高雄，较早做囡仔上欣赏的一个地方。用我的专业，找上好的用手手，放上好的建材，做上好的时间品质。国王一号院，225-6677，房子的好，我想将来房子会说话。